那个对于讲细流这件事啊，其实我想法是跟大家差不多，就是一开始尽量就是可以的话就跟他们大家说，就是基本上不要缴，然后如果你不缴，当然也是没关系，那就是之后的活动就是用差价啊之类的，对啊，大家都想过我们吧，其实我想买到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当然就是大家都会再提到就是我个人的问题吧，就是我做事有时候是比较无心大脑，然后我也没想清楚，然后又很容易是紧张啊害羞，然后就慌了手脚之类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像如果在对外的活动啊。就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所以我基本上不可能一个人去，我一定会多带一个人去接，就是不要让我太冲动行事，然后有多一个人这个讨论沟通，就是都想知道。然后再就是至于大家留下人做的、啊、那个多了钱的问题啊，其实基本上多了钱是不怎么需要担心，因为钱也不会乱花。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往后就存钱给下一期用。啊，不然的话就是再多想出一些，就是多弄一些福利啊活动啊，不然就是他在之前那个有人讲过的那个系队训比赛的补助的问题，就是希望是把钱是想办法。